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小绵羊频道。那这支影片呢，是频道达成500订阅的感谢兼抽奖影片。其实当初因为想知道自己做的东西能不能够被市场给接受，所以并没有找亲友帮忙，在非常有限的资源下，才有500订阅的这个成绩。有在关注这个频道的人，应该也会发现，我们这3个月以来不断的在调整频道的方向。不过最后还是决定，这个频道要做的内容是能够带给大家正向力量的这个初衷。其实是一直到谁先爱上他这部影评，第一次有了破万的自然点击，第一次体会到群众扩散的力量，也让我更相信说，这个初衷是对的，坚持做自己的东西也是对的。那我们接下来就来公布抽奖办法，只要在12月17号星期一晚上23点59分以前呢，在这支影片的下方留言你最喜欢哪一部影评，然后写下原因，我会从中挑选一个我最喜欢的留言，送出2张的微秀电影票，是全台微秀都适用的。那再次谢谢大家的支持，就这样咯，拜拜。